现在，我的昊天城还差最后一个魂环，这个位置。
将外城海神帝巴考，深海魔晶王当初差点让我们中了。这次，可是要好了。深海魔晶王的修为深不可测，就是要好好找他算算账。我们可不是当初的史莱克七怪了。我们上次离开海神岛时，波塞西前辈给我们介绍，就算孤塞西大人也未必能够战胜，一定要谨慎小心。成神，小白。 你一定比我们熟悉深海魔晶王，给我们介绍了深海魔晶王的一些情况。听说他即将化龙成神，但他瞒说我从来都没见过深海魔晶王。至于他的能力，就给我们讲讲他的各种技能和实力吧。啊，奇怪，你怎么会没见过？他的能力更是引以我所知。道歉，绝不允许进入魔晶海域。真的进入魔晶海域？见过他呢。我们族群的族人。 从这里到魔晶海域还要多久？用最快的生物，基本无法生还。这么可怕！用最快速度赶路的话，差不多要三天。3天时间。我们从这里绕过去，避开乌贼王。 巨神海魔晶王剧毒电鳗群的攻击。